真心为您把关 SUM 里程保证我承诺。亲爱的网友们好，我是昆鸭汽车红红。2020年纳智捷 V7 六人座旗舰版，纳智捷 V7 是国产唯一原厂人性化设计，直接领牌，不需要改装的百万 LMPV 福祉车型。HID 头灯、方向灯、位置灯、日行灯、前雾灯，仅跑36266公里，100%里程保证，360环景影像，创造最适中的车室高度，也让阳光能洒入车舱，提供明亮的视野，营造最佳的乘坐环境，让造型优雅流线外，也强烈的休闲都会风格。前驾驶座大量皮质包覆，提供驾驶与乘客拥有更为宽敞无压的豪华乘坐感受。100%原版件，电动可折后视镜，定速巡航，方向盘控制开关，仅跑36266公里，100%里程保证。倒车摄影360环景影像，六速手自排，电动侧滑门，后座椅，豪华大气座舱，12V 电源插槽及 USB 插槽，为了方便上下轮椅，贴心的配置可伸缩周折，可对市面上多数轮椅规格，让轮椅乘客上下车时能更省力以便利。宽敞且无压迫的空间，特地加装 RV 流线型旅行式高顶，并配有天窗，能承受达300公斤载重13度斜角斜坡的便利伸缩式斜坡板，后座椅可折叠。引擎室干净如新，无碰撞，无泡水，无漏油。涡轮增压，直列四缸，双凸轮组，16气门，2200cc。喜欢纳智捷 V7，可来电赏车后上 SUM 官方网站点赞。实在就是 SUM。